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蚊子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出来干什么来着？打乒乓球。提前预约的吗？预约了。干什么球？乒乓球是吗？对。我体温37.2。37.2。没事，我在公司量的。这么高呢？然后再扫一下那个，你再扫一下这个，两个都得扫。我刚给你扫了健康宝。行。这么多手续，我天！有体育要求的吗？打完了，
我累了，我打累了，好久没打，好久没运动了。自从上次发了个视频之后，到现在都没打，现在手都抖。你觉得打得怎么样？好吗？不好吧，反正但是也没有说从头打起那种。就比上回好一点是吗？主要是戴口罩打太累了。对，太累了，呼不过气，喘不过气了，憋死了，现在脑子缺氧了。他们都有多久没打球了？3-4个月，4-5个月，差不多小半年了吧。小半年吧。下次打的时候再给你们录。好，这次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就关注我的频道，然后给我视频点赞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并觉得我们讲的不错的话，就给我们的视频点赞、转发、投币。然后呢，也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头，然后对我们打的技术啊，可以提一些指导建议啊之类的，我们都会虚心学习的。是的。那好了，我们这次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All electronic devices should now be turned off and stowed, as they may interfere with the aircraft.